take it back. You know time crawls on when you're waiting for the song to start. So dance alone to the beat of your heart. Hey, young blood, doesn't it feel like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I'm gonna change you like a remix. Then I'll raise you like a phoenix. We're in a vintage misery. Now I forget a little bit of me. I'm gonna change you like a remix. Then I'll raise you like a phoenix. Bring home the boys and strap, strap metal the tanks. Get hit, make a career out of robbing banks. Because the world is just a teller and we are wearing black. That you broke our spirits as a note we pass. We can take the world back from a heart attack. One maniac at a time, we will take it back. You know.他不是最出色的英雄联盟职业选手，他不是一个队伍的绝对核心，但是他却是最具争议的职业选手。他也是一个战队乃至于中国 LOL 中人气最高的职业选手。所有爱他的人都愿意和他一起抗压，所有爱他的人都愿意叫他一声武王。而如今武王虽已退役，但并未远去。在职业生涯中，他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变强，从最初职业的路人王草莓，到 IPL5 登顶后的偷塔狂魔，再到 W1 跌入神坛的抗压王，草莓都在经历着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次次蜕变。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一次次的与世界上高手战斗，即使经历的困难再多，我们在他的脸上看到的永远是那天真的笑容。草莓在圈内也是公认的好人缘，退役微博一出，几乎所有业内人员都转发并祝福了这位在职业赛场上奋斗两年多的战士。而这次的离开，他带着太多遗憾，或许我们都会知道有这么一天，但是却不知道会来得如此快。认知草莓是因为他加入 W1 替换叶萌书打上单，而熟知草莓还是因为小米的一次口误。在刚刚加入 W1 战队后，在小米的一次直播中介绍草莓，当时草莓号称国服高分段路人王，而在连同他的名字草莓一起读后，小米口误说成了国服高分段路人王草莓。离开 DOTA 走进 LOL， 草莓发现这是一款非常简单容易上手的游戏，游戏画质特效都非常好，最主要的是没有外挂，因为当时在国内想找一款没有外挂的游戏很难。而且由于 DOTA 的底子，草莓以飞速适应了这款游戏，并且迅速打出了成绩，国服第一。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与草莓争夺第一的是我们的老熟人诺言，不过草莓笑道自己在排位中比较少可以遇到他，也没有什么对位的印象了。洛风在游戏中遇到了草莓，就把他拉进了一个 rank 高分群，正式邀请他加入 W1。 此时的草莓对 W1 印象也非常深刻，因为11年国内 LOL 战队并不多，而 W1 正是荣誉最多的，草莓感觉到非常庆幸，同家人商量一下后，第一次来到了训练基地，开启了不一样的人生。这个不一样首先就是草莓的巨大挑战，换位置。虽然在排位中草莓玩过 ADC， 但更多的是去打野。到了 WE， 由于队内调整微笑上单，草莓需要去打 ADC，
从路人到职业，给草莓的感觉是从一个人的游戏变成了五个人，而他也在这个时候经受到了外界舆论压力的力量，特别是在面对国内一些明星上单如 PDD 等人时，舆论就更加刺耳，大家称草莓是 WE 最大的短板，承受压力有的人垮掉，而有的人顶住站了起来。草莓选择后者，他以更刻苦努力来面对自己实力和经验不足。草莓回忆，那时为了训练，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其他的时间都在 rank。 如若你关注 WE 比赛，则自然会关注 WE 的医学战术。提到这个尴尬的外号，豁达的草莓也是笑了起来。在 SR 赛季中期的时候，随着草莓的刻苦努力，从一个路人到职业选手的转变非常迅速。不久后，草莓就已经熟悉 WE 战术体系，并且随队获得不少冠军。可是这些比赛中经常有一个怪圈，草莓丢一血， WE 经常可以顺利拿下比赛。有的人称这是 WE 的医学战术，可草莓自己说，其实原因是自己人比较大条，并且当时队伍实力确实很强，即使我丢了一血，到后期还是可以搬回来的。随着草莓医学梅的名号传开，越来越多的队伍在比赛中甚至有些害怕开头去gank草莓，这无疑也是一种另类的威慑。而在比赛中草莓送掉一血后，队友们也经常对他开玩笑，草莓多谢了。可是草莓本人对这个并没有当成一个玩笑，草莓说每次送一血他都不会笑，会认真反思自己和训练，在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误后，这种情况也在慢慢减少。随着一血梅传奇的消失，代表着草莓彻底丢掉了 WE 短板的帽子，进而成为 WE 不可或缺的上单选手。